到地球天涯若比邻。大家好，我是张龙军，欢迎大家来到网际网络应用第十二讲课程，共同来认识网络购物。本讲次的课程目标有两项：第一，带各位了解网络购物的便利性；第二，讲解网络购物实例。以下将一一为同学说明。知测会调查显示。 近年来，虽然经济不景气，但网络购物市场却以方便、价格便宜等因素逆势看涨。二零零九年，整体台湾网络购物市场成长了百分之三十点四，市场规模达三千多亿元。这些年来，消费者不出门的比例增加，宅在家里上网购物的频率明显增加许多，进而。 造就厂商订单数持续成长，回购率也比以往高。现在的网络购物平台都打着“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的花招，让消费者感觉只要上这个网络平台就可以解决一定程度的日常所需。但每个网络购物平台的主力客群， 都不尽相同，在销售商品的时候，选对平台绝对可以事半功倍。其实，当我们在选择购物平台的时候，都有脉络可循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几个网络购物平台。第一，奇摩购物，雅虎奇摩购物中心前身。 新奇科技成立于两千零二年，是超大型虚拟网络购物中心。卖场分为三大区块：大型山西卖场、量贩店及网络大型百货公司。雅虎奇摩购物中心已连续四年蝉联网友最常造访之购物网站。 平均每天有超过七十万不重复造访的人次，是深受台湾网友喜爱的综合型网络购物商城。第二，淘宝网，它是中国深受欢迎的网购零售平台，目前拥有近五亿的注册用户数，每天有超过六千万个固定访客。 同时，每天的线上商品数已经超过了八亿件，平均每分钟售出四点八万件商品。截止二零一一年年底，淘宝网单日交易额峰值达到四十三点八亿元，造成两百七十点八万直接且充分就业的机会。 随着淘宝网规模的扩大和使用者数量的增加，淘宝也从单一的 C2C 网络集市变成了包括 C2C、网购、分销、拍卖等多种电子商务模式在内的综合型零售商圈，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之一。 第三，Go Happy 快乐购物网，好买、好逛、好优惠，是 Go Happy 的购物承诺。他们团队致力于提供好的商品与服务，打造便利且安心的网购平台。网站不仅提供超过六十万种的超值商品选择，还有期间保证最低价的无敌大好康。 来来来，大团购等优惠快收频道，携手合作，包括了远东百货、太平洋收购百货、爱买量贩店、City Super 等知名实体通通路品牌，现为台湾最大百货零售购物网。第四，博克莱，博克莱成立于一九九五年。 是台湾图书、影音销售第一大通路，近年更积极跨足成为全方位网购零售平台，以在购物中思考、在阅读中进化为品牌精神，持续拓展百货商品品类与服务，以更简易、更贴心的购物界面及流程，便捷的出货速度。 与优质的客户服务，伯克莱更获得经济部资料隐私保护标章认证的安全购物网站，期待提供消费者更安全、便利、无障碍的购物体验。五 a m a l o n 亚马逊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的跨国电子商务企业。 业务起始于线上书店，不久之后，商品走向多元化。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网际网络线上零售商之一，也是美国财富杂志二零一六年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的排行榜中第四十四名。第六，东森购物。 东森严选是东森购物的核心价值，将对消费者的尊重与关怀具体落实在企业文化中，延伸成为承诺、责任、荣誉。从前端商品开发、行销企划、销售、客户服务，到后端物流配送，每一个流程。 完全秉持东森严选的精神，层层把关，为消费者全力严选把关，站在顾客的立场，满足顾客的需求。第七，m o 购物，m o 秉持物美价廉、优质服务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在台湾的成功经验带到亚洲各地。 同时引领 Momo 的供应商国际化。Momo 除了服务顾客之外，也能服务供应商，将整个供应链带到世界舞台。第八，乐天市场。乐天极具特色的线上购物平台及电子商务顾问，协助店家成功打造。 新兴经营模式，也因其独有的服务及社群互动，培养了忠实的顾客粉丝群及独特购物的体验，亦将积极寻求策略合作的机会，进一步打造台湾乐天生态系，持续扩大并加速台湾乐天市场的成长。 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购物平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关伯克莱购物的实际案例。首先，我们可以先开启 Chrome 浏览器，并在网址列上输入伯克莱的网站，按下 Enter 进行相关的连接。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们做伯克莱的连接的一个动作，在网址列上请打入。 Triple W 点 Books 点 com 点 tw 直接点到博客来的网站。我们看到博客来的首页，它的首页的部分左边是各种网站的分类。你可以根据你要买的电子书、中文书、简体等等的相关书籍，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你移到哪个选项？ 中间的画面就有哪些产品的分类跑出来，可以让你直接的去做选择。那我们可以直接在右上角的部分可以看到结账一台购物车的样样子，这就有点像我们去一些卖场，它都有一台手推车，它其实也是做了跟手推推车一样的图案。接下来你可以做登录、加入会员。 相关的购物金会员专区都必须在你登录了会员之后，你才可以看到这些功能。至于如何加入会员，大家可以直接点选进行相关的账号设定。大家会发现，任何一个网站的加入会员方式，其实跟 Facebook 或者是 Gmail，以前我们都讲过的这些会员的加入方式其实都大同小异。啊，只要大家照着它的步骤。 一步一步把它走完，资料一个一个的把它输入进去，最后按确认送出就可以搞定了。那博克来的网站这边加入会员的方式，他说也可以透过你既有的 Facebook 的账号就可以快速的加入会员。那透过 Facebook 只是让你有一个快速的账号，进去之后你还是要做相关的基本资料的一些设定。 好，我们回到首页的部分，我们做相关的登录。那我这边已经先做好相关的登录的动作。我们可以输入我的账号、密码跟我的验证码。验证码就是下面的这一张图，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它的大小写跟它的英文字母或者是数字有没有有没有交错着。例如，常常会把 Q 看成九啦，或者是。 把 I、L 这些可能都会搞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所以是 H R A J Y 六。好，这样子我就登录进来了。好，登录进来之后，他在刚刚登录的位置，他跟你讲说：“我是一个黄金会员。”哦，你如果做完所有的动作，记得这里有个登出的按钮，一定要记得按登出。 哦，不管你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使用，诶、嗯、公用的电脑，希望各位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登录之后就一定要做登出的动作，在离开前就一定要做登出的动作。好，那我们可以进来之后可以看到我的购物金零，哦，福利金零，我的 e 股碰券也是没有半张。好，它有时候会送相关的 e 股碰券或者是一些购物金，大家留着。 让你在下次的购物的时候就可以去折抵相关的费用。好，那会员专区我们可以点进去看。哦，他跟你讲说，你目前的会员等级，你可以消费在多少，就有什么样的会员的等级等等。哦，还有就是你过往的交易资料，哦，有相关的你的订单查询，哦，或者是你有是在诶、欸、博克莱书局买了一些相关的。 电子票证，好，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的那个售票网的订单，好，再来就是有什么发票折让的一些相关问题，再来就是你的电子书柜，好，等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这里可以很轻易的去了解，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哎，你如果是用 Facebook 登录的，可以的话进行一些相关的修改会员的资料。 修改会员资料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相关讯息都打进来。好，那其实它的好处是，如果你把一些相关发票资料都先打好的话，或者是联络地址都先输入完之后，那好处就是你未来你在做订单结账的时候，它就会直接从你的会员资料这边把资料直接带过来。直接带过来的话，会让你在处理的时候会结账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好，所以。 会员专区这边，大家可以登录会员之后，可以进来先了解一下有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先做好设定。密码部分建议各位随时都要做相关的修改的动作，好，这样子会让你的整个安全性会相对的会高一些，而不至于说别人盗用你的账账号密码，然后随便做购物的这样的行为。好，OK，好。 接下来，我们就实际在博客来的网络上直接订购一本书，来看看它的实际上的操作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就是假设我要在这网络上我要订购一本书，那诶、欸，我可以先给他一个简单的关键字，例如我想要买一本理财的书，那我知道说这本理财的书可能有个关键字叫做三千万这样的一个字眼。当我输入三千万之后，我就按。 搜寻这个放大镜就是一个搜寻的功能，它就帮你找到跟三千万有关系的所有的书籍。那我们可以先简单的看一下，这里有跟你讲说，你的查询关键字是三千万，你总共查询到一千三百七十二笔，那它的分页的方式总共分了六十九页。好，那你就可以在这些。 下面的资料去看看哪些书是你想要的，哪些书是你想要的。如果第一页不是你没有你要的书书籍，那你可以到下面这里，他有跟你讲说，你可以到第二页、第三页，甚至你可以直接跳到这六十九页的某一页都可以。好，不过因为它这個我们的下个关键字其实是蛮精准的啦哈，所以第一本书其实就是。 我们想要找的那一本书，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点选进去这本书。点进去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诶，作者相关的作者资料、出版社，还有其实我们买书还蛮在意在意它的价格，所以你可以在博客来书局这边看到说，它目前的优惠价是九折，两百五十二元。啊，如果说，诶，你。 揪团揪了很多人，大家都对这本书很有兴趣，找了很多人一起买。那它上面也有讲说，你如果一次单笔购买十本以上的话，你就可以达到八五折的一个效果。好，所以这其实就看各位，如果你们对一本书大家都有很大兴趣的时候，可以一起购买会比较便宜。那我们可以在左边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本书哈，它现在博客来做的就是当你。 的滑鼠游标移到书的上面，可以帮你做一些放大的效果。如果不放大，说实在，这个字真的是蛮小字的，好看起来不是这么的舒服。所以你可以看看，所以它里面写的字到底是在说些什么。下面的部分，在这第第一页下面的部分，这里还有其他的页面。哦，这是让各位去做试读用的。哦，假设说我们看到某一页，你可以。 点放大镜，我们可以去看说，他说了这本书里面诶，是相关的书评的内容哦，你都可以去试读看看，因为说实在，在网络上买书其实不比在实体的那个店面，因为实体的店面你可以直接翻书来看哦，你也可以看看人家的书评，觉得说这本书到底好不好。 啊，也可以直接你看完之后，你的跟对这个作者的感觉，如果觉得他的描述的方式跟他写的内容真的有有有是你需要的，那你就在实体店面的话，你直接买的的会买错的几率就会比较低。但是在网络书局的部分，说实在，因为你没有书可以翻，你也不晓得这本书的质感是如何，所以它这里的比较贴心的部分就是，它做了一个简单的试读的动作，让。 让各位消费者，你可以在找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简单先看一下这本书它讲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它是不是有符合你的需求？如果有的话，诶，你就可以直接做订购的动作。那其实我们把滑鼠哈页面再往下移动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有做一些简单的内容的简介。好，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多连上来尝试看看，多看看说，哎，这本书它这样的描述方式。 市面有没有刚好符合你的需求？如果有，那你就可以考虑可以做相关的订购的动作。好，接下来我们就尝试来订这一本书。好，我们回到画面最上方，我们可以看右边的部分哈。右边的部分这一区，它上面给你讲了一个，哎，中午前订购，你就可以在 Seven 就可以直接拿到书了。其实中午前订购，我们等于是大约你一天的时间。 书就已经来到，诶，你指定7的 Seven 的的据点，好，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的说，诶，我用 Seven Eleven 的取货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好，如果我现在想要这本书，我就直接在下方这里有一个放入购物车，你就直接点选放入购物车。来，我点了之后，大家看到画面的正上方。 刚刚我的会员旁边有一个一台小车，这其实有很像我们去那个卖场的时候，不是都会推那个小车吗？哈，这就是所谓购物车的意思。它的购物车旁边显示一个一，代表什么？代表有一笔资料是要做结账的动作，要做结账。好，那假设我就觉得，哎，这本书我就是只要买这本书。好，那做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做直接结账。 右边做直接结账，或者是刚刚购物车一的旁边，这里有一个结账的按钮，你也可以直接去点压。好，那我们就直接写直接结账的动作。来，我们来到直接结账的这个位置，画面上你可以看得到，画面上它跟你讲了整个购物的流程，哈，刚开始会给你显示你的购物明细有哪些，接下来就是你接下来的付款方式你要怎么付款。 你是要用信用卡还是用货到付款等等？好，最后他会再给你一个最后确认。他怕我们在诶明细的确认的时候没有看清楚，或者是付款方式我们写错了。好，他担心使用者、消费者可能诶在过程中有按压错误，所以他最后有让你一个做做最后确认的动作。那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诶，我刚刚点选的说我要买《流浪教师》这本书，好，它的优惠价是。 两百五十二元，我要买的数量是几本？好，这个，嗯，原则上在购买的时候，请各位都要确认清楚，它的数量是不是你当初按压的那个数量？哦，因为担心呐、啊，有时候我们压一，可是不小心可能误碰到键盘的的数字键，可能会让它变成二，或或者有可能你多加了一个零，变成十本。好，那这样可能问题就会蛮大了。那如果各位觉得这本书不是你想要的，哈，你就可以在 这一个下次再买的部分，可以把它点选，让这本书等到下次你真的想要的时候再买也可以。或者是说，你觉得这本书我已经不要了，这里就有个删除的键，你可以直接删除。好，那假设我们诶这本书已经是我们已经看完了，也确定说我非买不可了，非买不可了。下面的讯息就跟你讲，你总共有一项产品，总金额两百五十二元。 如果你是做海外宅配的话，它的重量是多少？大致上帮你算一下。那各位在做结账之前，可以多看一下下面有个重要提醒。重要提醒跟你说，如果你选择 Seven Eleven 的取货方式，他跟你讲单笔实际货款金额如果未达三百五十元的，就要加收一个二十块的处理费用。这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没看清楚，就会有整理，说为什么你要收我的一个处理费用？ 那他其实有网站，人家都有规定，所以各位就看清楚。如果说你觉得，诶、欸，我不想给他收二十块，那其实你在购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凑个几本书，多找几本书，让你的总金额大于三百五十元，你就可以省省掉这一笔处理费了。那如果你不是用 Seven Eleven 的取货方式，你用宅配的方式，那宅配的方式金额就稍微比较高了一点，金额就是如果是小于四百九十元的，处理费用就是六十五元。 四百九到九百九十九元的，就其实是小于一千元的，它的加收处理费就是五十。那除非你大于一千元，就不需要摘配的费用。好，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在诶、欸、选定你要怎么去收货的时候，这是可以可能要多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假设就是我就是直接要一本，而且我现在急需的要，所以二十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我就直接按国内结账。 按完之后，我们来到第二个阶段，叫付款方式。那付款方式呢，就刚的说明，它就是两两种选择，一个是 Seven 的取货，一个是宅配到府。那我个人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到 Seven Seven 的方式取货会比较好，好，因为宅配到府，第一个你一定要填写相关的你的邮寄地址。啊，我是觉得我们的各支尽量还是。 可以安全一点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就用宅那个 seven 的取货方式会比较安全，所以你就可以选择 seven 的取货方式。接下来就是怎么付款，那怎么付款？它这里有好多选项，有 seven 的取货付现，或者是信用卡刷卡，或者是用信用卡的红利点数去折抵，哦，还有用所谓的 n i e pay，啊 n i e pay 相关的联名卡 ATM 付卡。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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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 付款有什么支付宝、财付通等等，我相信越来未来会越来越多，未来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就选择现场取货付现。接下来就看看你还有没有相关的优惠，如果没有优惠，这个就别理它。最主要的是各位你要去选择你的取货门市在哪里。好，那这个取货门市各位可以去。 去找寻你家附近，或者是你工作场域的附近，最靠近的相关的便利商 seven 的便利商店。假设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seven 的门市，在给予相关的订购人资讯。等你都勾完之后，他会问你发票要怎么处理。最后，我们就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我们第三步，最后确认。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的资料是不是都正确，如果是的话，我们就确认送出订单。好，我们订购完之后，最主要是我们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订购成功嘛。好，这个原则上是订购成功，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的首页，这有个会员专区。 我们可以去查看我们的，我们往下挪动哈、哦，这有个交易记录，有一个所谓的订单查询，可以去看看你的订购的内容。来，这里就有跟你讲说，我在一个月内我下了怎样的订订单。那我们可以找找找我们这次的订单，可以去看它的完整内容是不是？ 商品名称对不对？啊，然后他现在跟你讲他的处理状态为何等等，这样其实就可以完成你，你就可以确定说，哎，你的订单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也完成了这一笔订购的动作。那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一笔订单最后不是你想要，或是你觉得你订错了，哦，这里就有一个取消的功能，我们直接按取消，针对它打勾说明取消的原因，按下确定取消。 这样就完成了，好，就完成了。所以，其实在网络上订购相关的产品，其实是相当的容易。那给各位的建议就是，可以的话，尽量是货到付款的方式，会让你的相关的资讯会变得比较安全，比较不会有会让诈骗集团有相关可以运用的机会。今天关于第十二讲网络购物的说明就到这里。 为了让同学了解是否有学到今天的课程重点，我们将进行课后评量的单元。先来看看以下的两题是非题。第一题：网络购物非常的方便且相对便宜，因此可以很放心在网络上购买物品。第二题：网购的东西一旦收到物品后并拆封，就不能退货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简答题，试举三个网络购物网站，并简单描述之。第一题的是非题，网络购物非常的方便且相对便宜，因此可以很放心在网络上购买物品。答案是错的，因为在网络上购物。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实体的物品，所以需要多比较、多参考。第二题是非题：网购的东西一旦收到物品，并且拆封后就不能退货，答案是错的。在网络上购物一样有所谓的审阅期的规定，只要在审阅期内，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去做退货的动作。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三题的简答题：试举三个网络购物网站，并简单描述之。第一，淘宝网，中国深受欢迎的网购零售平台，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之一。第二，伯克莱，伯克莱成立于一九九五年，是台湾图书影音销售第一大通路。第三。 Momo 购物，m o 秉持物美价廉、优质服务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在台湾的成功经验，带到亚洲各地。今天的课程讲解到此，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回见。